The assembly. 现在，大会将会审议议程项目八，题为一般性辩论。Mr. 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阁下们、朋友们，世界需要通过团结、可持续性和科学实现的解决方案。需要解决方案，这是因为我们虽起草了大量条约，设定了出色的目标，但已采取的行动太少。我们需要团结，因为不平等已达纪录最高水平。我们需要可持续性，因为我们需为子孙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我们需要科学，因为科学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中立的证据。我真挚地感谢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匈牙利和东欧组，赋予了我任务授权，将这一箴言转化为现实。阁下们，我们今天聚首，身处于40年以来最重要的时刻。极端热浪、洪水和气候变化影响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消费和生产方式让从天空到海洋的环境满目疮痍。我们似乎生活在永久的人道紧急状况下。逾3亿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这一数字自1月以来已增加了10%。世界粮食危机已达令人触目惊心的水平，其驱动因素是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冲突。粮食和能源危机使得至少7000万人陷入贫困，同时通胀达到了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4的人类，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在冲突地区，夹在武装争斗和政治不稳定中间。全球范围内的暴力很少如此剧烈。谁曾会想到战火会在欧洲重燃？谁会想到核威胁会重新进入政治话语，以此解决与邻国的争端。自大会通过了一份谴责军事入侵乌克兰的决议，已过去了203天。很遗憾，流血和苦难尚未停止。期间，我们听到联合国及其伙伴为数以百万计来自该国的难民提供了粮食和庇护所。从世界的面包篮、商业出口谷物的里程碑式协定带来的希望，
正在开展外交努力，发放化肥，以使得我们今日所见的短缺，不致成为明年的饥馑。联合国的核视察员正位于欧洲的一处关键核场址，预防潜在的灾难。阁下们，大会第77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主题是“分水岭的时刻”，以变革方案应对相互交织的挑战。我向巴基斯坦人民表示声援。在该国，破坏性的洪水冲毁了数百个村庄，你们已目睹了让人痛心的破坏场景。从中，我们的未来可见一斑。但是，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有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植根于我们就科学合作和气候外交所取得的进展中，但是我们需将其落到实处。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已经证实是一项宝贵的工具，以支持气候变化并适应其后果的政策政治决定。我们应考虑将其成功复制推广到水、能源、粮食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这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普遍接受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行动出发点。高级别州一经落幕，我拟将与科学界开展一系列磋商，寻求他们的帮助，让知识从显微镜走向麦克风。大会第77届会议将是筹备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和2024年未来峰会的关键。明年，我们将在1977年以来的首次联合国水师会议上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6，这一呼吁刻不容缓。预计水将是全球冲突的下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水资源的问题归结为三重：过多、匮乏、不安全。我们有机会为21亿缺乏清洁水的人带来变革，让我们共同合作，让水行动议程尽可能的具有变革性、务实性，并以行动为导向。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还将评估仙台框架，并就改善灾害复原力形成结论。上述机遇形成切实的成果尤为重要。实现变革的建筑材料掌握在我们手中。2030年议程、仙台框架、巴黎协定、亚的斯亚贝巴行动纲领和我们的共同议程都指明了相同的方向。这些文件描述了我们想要的世界，并提供了通达的道路。秘书长的各项建议和会员国的重要倡议相辅相成，这令我鼓舞。挑战是巨大的，并且相互关联，但并非无法克服。女士们、先生们，若不能普遍尊重法治，就容易很快陷入危险的境地。众所周知，在危机时代中，人权首先遭到破坏。一旦人权受到威胁，
这就是要求我们采取行动的信号枪。谈及人权，就不得不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全球大多数的社会都就此有所欠缺，这就是妇女的权利。三分之一的妇女一生中会经受暴力，这是不可接受的。就在此刻，人类中的半数通常被排除在决策制定和领导力之外，但是我们需要每一位男性和女性在生活中最充分地实现其潜力。仅有通过确保包容所有人，重视所有人的知识，我们方可为所面临的挑战找出解决方案。今天下午将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联合国大会妇女领导人平台，或将是这一呼吁的答案。女性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为社会复杂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数据显示，在妇女的率领下，危机应对更为有效。我鼓励你们就这一问题展开实质性的互动，它涉及公平和平等，但最重要的是关乎人类尊严。阁下们，就上述全部问题，在我们各项努力中，我期待着与秘书长、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其他关键相关机构密切合作，我已做好准备，支持各会员国找出变革性、以影响为导向、系统性、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我承诺将与民间社会、青年人、妇女、科学界等不一而足的所有利益官方合作，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对于让我们的努力走出这座大会堂，走进社区至关重要。为了兑现各会员国所要求的议程，我仰赖于你们建设性的互动合作以及相互尊重。我强调必须继续重振联合国和大会，我们得力的改进本组织的能力，将会决定其在世人眼中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我希望推进关于安理会改革的磋商，现在是时候让安理会更为平等的代表全球人民，并反映21世纪的现状。这一问题关乎我们整个组织以及多边秩序的信誉。女士们、先生们，危机管理和变革将要求我们自始至终的努力，而非连大一届会议之功。本着这种精神，让我在最后引用几句历久弥新的格言，阐述机遇以及错失机遇的风险。情况在我们有意改善时会变得更好，而在我们未能抓住面前的机会时则会恶化。我们的机遇就在眼前，就在此刻，让我们采取行动。谢谢。